佛学问答一百六十五问，请问卢台长，女性生理期期间可否做功课与念诵小房子以及烧小房子？同时可不可以上香跪拜菩萨？答：女性生理期时完全可以做功课与念小房子，最好是在白天晴天念小房子。如果一有不适就可以停止念。如果洗完澡后身体非常干净的时候，就可以上香拜佛烧小房子。 如果不是很干净，也可以上香和烧小房子，但是最好不要跪拜。